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0年10月1号红叶的绿色铁桥，11:57，我拍照的是正在等待火车通过。我刚刚相片干嘛？咱们都丢我们大局方面。哎，有火车声音啊，准备通了。我关上面干嘛？咱们都丢我们的激光灯。11:58了。好，通过了吗？我这还蛮感动的吧，这次跑来这边，我再等一下，对吧？来来了，第二次，收你八中华东港台东的不用马记号，准备通过。哇塞，通过了，第二次，收你八中中华东港台东的不用马记号，在。花莲的红叶铁桥、绿色铁桥通过了，谢谢各位。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对我们打激光屏，真的，拜拜。好感动啊，感谢自在姐。